大家好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请坐，请坐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Hello，Hello，何洁，你好。嗨，吴雨桐，你好，栋梁。Hello，不跟我拥抱吗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好，你好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哇，你们俩今天穿得很搭，真的耶。对。哇，你们聊很久了吗？对，我们聊蛮久了。哇，对，因为刚刚已经聊得比较劲爆的这种。啊，幸好我晚点来了。我瞬间又想到了这个 title， 大家应该知道，微笑王子。嗯。你会介意这个 title 吗？称呼吗？现在微笑王子？还好吧，大家喜欢怎么叫怎么叫吧。但是我自己是不会这么界定，我自己说我一定要。怎么样进场？但是很多歌迷、影迷或者是一些观众，对于这个称呼，可能还是他们想到张栋梁前面的一个字缀嘛，微笑王子张栋梁，就会觉得跟这个称呼还有很多的匹配度嘛。目前，还是我啊，还是你，还是我。我觉得微笑这件事情从出道到现在，当然现在比较会。真的发自内心在做这件事情，可能以前会一直提醒自己说，哦，我只要在工作的场合都要保持微笑啊，或者什么。但现在就是看情况，如果现在看到我笑，应该都是真的发自内心笑的吧。我就说一句话，老师，就之前我参加那个节目和心灵姐姐也第一次认识，其实观众朋友们都在等心灵姐姐回来。还有一句话就是，我们也在等你回来。谢谢。哎，谢谢。真的是这样子，真的是这样的。谢谢。借着莫愁说的这个等你回来，当年你正值自己的大火期，选择暂停了工作，回归到生活的理由是什么？有没有觉得对当时喜欢你的人会有一些些的不负责？你也结婚生孩子了？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。没了。因为那时候我决定放下一切，是也没特别严肃，但是觉得自己很不开心，很不快乐，但是就很想把这件工作做一辈子，所以我必须停下来。如果我没有停下来，可能再撑个两年三年，我搞不好就没了。我不知道那个没了是什么情况，但是我觉得它就会没了。但是我希望这个是可以走长久的，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让自己歇一歇，那就去纽约念书，然后什么也不管，也不签约干嘛的，去了，回来，整个心态都不一样，就觉得我要为自己做点什么。已经有十几年都是在唱片，帮唱片，不是不帮唱片，其实唱片公司也帮我，但是就是你没有一个自己的灵魂，你知道吗？但也不是说推翻以前很多成功的一些歌曲啊，或者是发生过的事情，但是觉得到了一个点，应该是让大家看到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样子是怎样。所以花了一些时间做了一些专辑，那刚好又遇到那个时间点，自己想了一想之后，觉得好像我是可以开心的回来再做这件事情，然后跟想念我，跟我也很想念的他们见见面，所以就是一个这么。自然的情况底下，栋梁到了以后，我们的四位常驻嘉宾，我们节目的名字叫做由景甜独家冠名播出的十七号音乐仓库，对，欢迎大家全部到齐。哎，没有人给我很确定的回应，最好的答案。你们知道是个什么节目吗？就敢接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从这个上面来看，我们还是一个团队呢。我们只是想再出发，没想怎么出发，没想坐什么车出发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是要玩一个突袭实验的。紧张开始喝景甜，热爱前行 ，Move on， 加个油。刚刚大家走过来的时候，应该看到了，我们现在是在杭州萧山的浙农东潮艺术公园的一家咖啡馆，这是一家在营业的店。
那人还蛮多的。对。所以现在我想玩一个实验室，每人都有过人生高光曲嘛，我想做一个实验，看看现在我们走出去，当你没有自我介绍，不能说任何话，上台唱一首歌，唱完就走，然后我会做一个调查，看看还有多少人会记得你跟这首歌。天哪，你真的太扒皮了，天哪，快闪呢，去完唱完就走。Live 躁动全场，景甜热爱开场。本节目由景甜独家冠名。好的，这场实验我们要不按照出道的顺序，栋梁老师，然后何洁老师，然后第三个是默默，最后一个是老胡。嗯，好吓人，管他呢。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，我们先开始。反正也不会准备好，就来吧，加油，我们在这看你啊。我去了，加油，老师！嗯，什么状况？因为其实有点小紧张，是完全跟音响没有过任何连接，连 hello hello 的机会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至少我要知道，好，我现在声音是可以什么状态，可以去到哪里，要有一个概念吧。但是今天就是完全没有概念就出去了。就是有一点，啊，来吧，豁出去就唱吧。这个是原来的老的版本，啊，这个是现在新的版本。我唱新的吧。唱新的，嗯，好。我在一会儿在边上，您准备好了，您就示意我，就让他们放音乐。好。当你孤单，你会想起谁？这首歌毕竟也至少有20年了，再唱回原版的不是不可以，但我觉得都已经来到这个节目了，希望大家听到，哎，这个歌很熟哦，是当你孤单也想起，哎，可是哪里不一样？它就是不一样，因为现在张栋梁的状态不一样。因为这首歌唱的时候，20年前，你知道那小毛头，然后，谢谢谢谢我所有的 dancers。像感觉很多的泡泡，很多的太阳，那种东西是可能现在我这个年纪呈现不出来的东西。但是现在有一种释怀，有一种稳重，那是可能以前那个编曲没有办法去呈现。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？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是在一个商场办类似像唱片宣传签名会啊，然后就要唱这个歌，然后要上台，后面的那个主持人还跟我说，哎，你这个新人很幸运哎，第一首歌就这样被大家喜欢，然后被大家传唱，我就觉得有吗？好，然后我就上去了，结果全场大家跟着唱的那一下，我还蛮记得那个画面，就觉得哎，这歌好像是不是真的算红了？直接上台就好。好呗，来一杯。哎呦，在这儿呢！哎，这是真的呀，他们真的不知道。还在那玩游戏呢。平时的舞台大家都已经预设你会上来，然后会期待，但今天我真的不知道台下对上台的歌手的期待是什么，他们想听到什么。哎呦，这几个音一出来，你的心情总在飞，什么事都想去追，想抓住一点
安慰。哦，真的回忆。你总是喜欢在人走过 CD 店的那个日子，他唱得很好哎。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，你的心那么脆，一碰就会碎，经不起一点风吹。你的身边总是有许多人陪，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，但是天总会黑，人总要离别，谁也不能永远陪谁，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，不只是你碎，经不起一点风吹，自发了是不是自发了，你的身边总是有许多人陪，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。唱其实还是多少有点小紧张，但是唱了一遍，我有感受到台下跟我的一种连接。其实我没有设定我不要唱或什么，但是感觉他们想唱，我就想好让他们唱一句，哎，他们真的也都唱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台上台下的互动，这就是表演的一种乐趣，挺开心的啊。然后唱完下面不是说再来一首再来一首，就哦有听不够的感觉这样。谢谢，好奇怪的感觉，好像最后自己也唱得很开心了，嗯，对，最后。